都没开始用劲儿了啊，就在后面呢，抓紧掏。让金阳给他掏，我看见一点了。哎呀！你把纸拿过来，我擦。还一吐就快生出来呀！别吃了。这一天还没让他吃东西呢。要喝奶粉水。哎呀！行了。别盖了，不用你盖，不用你盖，还盖着。在这盖呢，在这起来，起来你真有意思，起来，不用你管。你也知道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给他擦一下。我不知道这个小狗怎么样啊？刚才已经卡这儿卡半天了。你先看有呼吸没？有一点儿，赶紧就拿剪刀。你知道吗？留长一点。我薅的时候，我都浑身发抖，我都。我这个小手啊，半天都没薅出来。又痛了。这没让他吃东西啊。一天没敢让他吃。那个太医让他吃了。太医他不吃呢，你看放这儿。吃完下奶。嗯。给。他吃了吃了。先盖住。先把这小狗救活再说啊。哎呀妈呀！第一只。憋着有十来分钟，有我在监控查着，你第一次薅不是没薅出来吗？我第一次薅那羊水破完之后，它就不生了，不生之后它又带着，我又把它带出去扔球，在那玩了一会儿，玩了一会儿还不在那儿，它就回来，你看憋的这小狗屎，你薅的我浑身发抖，我也没给它接生过，我也没薅过。薅的我手都发抖了，实在不行了，我就说我摁着吧，你来掏，掏着之后人家掏着了怎么着？往上拽的时候，先甩羊水，不敢拽。他说磕，就那个咯噔一下，对，就跟那个小时窝那个手指头一样，咯噔。甩。我现在浑身还发抖呢。我只扔了，你别。太大了，你知道拽他的时候跟咋着吗？跟那头拴着绳子捆着他似的，拽不出来。哎呀，又卡到这一块了。就卡着那头。你别盖了，你把它吃喽。再把它盖上，你看见没？看多没，看没，刨土呢。你看金阳整的满头大汗，还是有羊水吧？都吸都吸得出来。生完老大之后，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又吐了，这老二估计快生了，用劲儿呢，一直在频繁用劲儿。两天没吃啥东西，这家就这还往外吐了。对你站起来，你外边活动了，还是挠。这，进来，过来，坐这边的，别挠那儿了。哎呦，那你还坐着？你哪他挠呢？